而今来这个社会，咱看到真侪修学一二十年、二三十年，修得未歹啊，做嘅嘛做嘅未歹，但是到最后，一个拄到一个境界，伊就会变心吗？那、啊、什么境界？名门利用的境界、啊。 这现在以低档为调，那他们近期就起来咯。伊家己嘛知影错误毋掉咯，伊就是袂当回头啊。有迄个力量太大，袂堪你有血啊，所以对遮咱都会去想着。 因公大师一生啊，提倡因果教育，就是感到非常诶重要咯。即、這个老和尚真正是了不起啊！甲即个时代根啊、根之根啊，发掘出来咯。人若是真正了解因果报应， 尽信不疑，虾米嘅诱惑，伊都袂去动心咯。啊，所以讲，这老人提倡诶，咱啊明白咯，咱感悟咯。咯咯咯咯咯 所以，阮伫台湾的即几个月，看到人嘛真多咯。我拢是劝因爱深信啊，因久提倡因做伫咧讲益即个，也发四分，按书专书。 《太阳盖米篇》《雷编》，这三种书，拢是明清的人的著作，拢嘛是用啊文言文写啊。现在爱啊大量流通，用都在甲写做白话文啊。 上盖好，还佮详细讲解，对于现在社会都会有真大诶帮助。网络啦，电视啦，即非常好诶工具啊！啊，用即种工具，啊，即三物件，做出来一生诶心血，给予提倡。 那会怎甲继承祖师的志向啊？用现代这科学工具，甲伊啊发扬光大，诶，救社会啊！人若真正相信因果，实现业多，啊，地主贵族是大失多，一认真做，伊毋是做假啊。 无用过即个观念，伊可能也会做假啊！诶，用即个物件来装饰伊诶门面，达到伊啊，英文利用的即个目的啊！即个代志啊，我相信。 因做迄个时代的看到了，就看得真清楚，所以在极力来提倡研究啊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